硬的话怎么看？这够白的。这叫光头，这边好。哎呦！哥哥，张嘴。力度合适吗，哥哥？合适。要不要再加重一点？你可以试一下。我给你取掉喽。嗯。什么？
准备开始做一个脸部的放松哦，弄得像一样柑橘的一样模靠。嗯，有点冰是不是？还好，没刚才冰。敷一个一次性的整肌，看人皮肤有点暗沉，然后鼻子上的话有点黑头，给他做一个提亮肤色的木乃伊吧。好，先给人洗一下脸啊，不要睁眼睛，有点凉，给人敷一下黑头导出液，感觉这个温度还可以吗，帅哥？先试一下力度，这力度还可以吗？给他做一下面部按摩，补充一下水分，来疏通一下面部经络，促进一下血液循环，排毒道。有一点凉，给他敷一下骨胶原的胶原蛋白膜。咱这个是眼部雾化，帅哥，你可以睁开眼睛哦，缓解眼疲劳的。咱感觉怎么样呀？嗯，对吧？皮肤比较通透。